以从我的世界里离开了。天君，你得跟我出来一下。干嘛？我有话跟你说。有话在这儿说。在这儿没法说。我不出去，要说就说，不说拉倒。还是我出去吧，你们聊。哎，别再往前走了。你不是要我别误会你吗？请保持一下咱俩的安全距离。今天晚上为什么不回家？跟你有关系吗？什么叫跟我有关系吗？你最近的状态很不理智，知道吗？我哪里不理智了？这两天都不好好吃饭，精神萎靡不振，就像生了重病一样。不是在 KTV 唱些奇奇怪怪的歌，要么就是在海边一坐就是坐好几个小时。现在都夜不归宿了，你觉得现在还正常吗？你这几天一直跟着我。我没有。安白夜，之前你一直跟着我是因为有个星海019，现在一切都已经结束了，你为什么还要一直跟着我呢？你不是让我别误会你吗？我现在已经不想想起你了，你为什么还要在我面前晃来晃去呢？我有我自己的人生，我也有我自己的事要做。认识你是一个意外，离开你也理所应当。我已经决定远离你了，所以从现在起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了。也请你不要再来找我。可是我们不可能没有任何关系。为什么？我们有心灵感应，不论你有什么想法都能听得到。你要我不管你，我做不到。你过来。那我过来。之间现在没有心灵感应，你可以从我的世界里离开了。Thank you.